这儿，这个要不要？我的。这100斤的我背不动，我只能背动80斤的。这个水泥有人帮你们弄，你看这么脏了。今天天气不好，我怕水泥打湿了，打不了呀。抓紧时间去把材料看了，早点回来。我给你报个警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车上有啊。就是木地板这块，主要你看是想铺一个舒适性稍微好一点的，还是说比较好打理的？比较好打理的，比较好打理的这种的啊。嗯，那咱们请李博到里面去看一下。如果是铺设木地板，对色系这一块的话，就是你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色调？这个吧，这个就稍微偏暖一点，因为卧室的话呢，也确实是比较合适的，给人的感觉可能会比较温馨一些，所以也比较很适合你。就木地板的话呢，就只考虑铺一间房子是吧？我搞一间房间，这种灰也不爱干净，就得给他打大去喝，让自己搞，媳妇儿的在弄。就是最后一个浴室的话，这边这个区域的话是咱们杨子的一个纯实木的一个区域，就是一个独体实木。然后这边很多树种的话都很名贵，然后其中也有一部分树种是来自于非洲。咦，所以我们就可能给我看看便宜点吧。就是肯定没有问题，从你们家拉过来的木头卖给你。下次你回来的话可以带你过来。带我鸟啊，带我鸟啊。你这个的话在你老家带过来应该不贵的。对，你给他买票。这个是纯原木，纯原木的话它就是一块整木，这个意思啊。然后这个的话呢是属于强化复合，它是把树种然后去皮切片漂洗之后打磨成纤维状，然后高温高压结合起来的。它还是便宜点。对，它相对于来讲的话性价比会更高一点。那咱现在过去看瓷砖吧。咱们进门口的话就用这种地铺石啊铺在门口，咱们选的这个颜色啊，这个就是用在室外的砖，它的防滑性很好。庭院的话咱们就用这个吧。
然后的话，墙的一个作为外墙啊，咱们贴一个这个深颜色的做墙裙呢，又保护咱们房子的一个屋檐孔下面啊。那明天我跟老李一起去你那儿量尺寸，完了之后这边街坊一天才发货。啊，好。现在我们先去哪？咱们要去看那个砸柜子的那些木工板，还要看咱们的一个室内门。好，现在我们去吧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哇，这个好。这个厨房呢，给你用啊。哎。把你，给你摘水果吃啊！我衣柜，咱们买这个免提板，咱们师傅自己给你打。对。柜体的颜色的话，还是这个原木跟柜子的一个颜色一样，然后柜门用白色的。这个板子的颜色要接近啊，到时候做完之后，就跟我们这个效果图，做出来是非常相似。这个颜色啊，这个颜色的话，到时候柜体就用这个来做，就这个颜色咱们比较接近我们的效果的颜色。然后柜门的话，挑一个就是说软质性的柜门。这个也可以，把手机扫一下，这个效果图也就出来了。嗯、上面他给你配白的，配其他的颜色，他都能。就用这个做柜门啊，这个做柜体啊，咱们家里所有的柜子啊。这样的话，就跟你的效果图是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差，就是效果非常漂亮，好不好？也可以做半截的。我不要那么大，我要这种太小了。做出来不好看。这个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看我们这个柜上面的拉手是吧？长门子必须加拉直器，就防止门子变形。啊。那到时候的话，就用这个黑色的边框，用那个灰色油锅啊，做双层。就不会的话透露。明天我们你们两个，我们请你爸爸一下，量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明天我们刚好约一下一起上去。啊，好的。我先走了，爸。走。菲力，反正今天的材料的话，基本上都选好了，看好了啊。明天他们去量，有啥问题的话，我们打电话，我们串联给师傅打。哎，那今天咱们到这里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啊。好。好。再见。